I'm here. Neck, neck and shoulder massage. Okay, upper shoulder massage. Ya, satu. Terus. Ini bagus, ini untuk stroke. Ya, stroke ialah dekat ini dua saraf. Ya, untuk bagi signifikan sini ya, ada trigger dia punya saraf sampai ke seluruh badan. Yang ini juga tempat yang penting untuk bagi disyarat kepada sini. Gentle. 大家晚上好，这里是翱翔天际谈古今论道理，我是洪伟翔律师。今天是7月20号的晚上，我们第65次的正式喝酒闲聊直播，多谢大家的支持哦。现在有3700多位读友在线，呼吁读友帮我点赞这个直播，然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看到，最重要最重要 subscribe 我们的 YouTube 频道，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们任何一场直播。现在进入我们今天的第四个讲题，就是这几天这几个礼拜都一直谣传火箭、明星党、斗士党都已经签署协议支持国盟政府，支持穆友丁了、所以政府是稳稳的，这个事情是对不对，我来分析给大家一下、为什么会有这个谣言、当然是谣言啦、当然是谣言，因为还没有被证实的事情、空穴来风的事情，没有任何的证据支持的事情，我们都归类为谣言。为什么有这样子的谣言？当然是因为 Zahid 他来了一个石破天惊的记者会、说巫统撤回对首相的支持，对穆尤丁的支持，格拉加安昏斗、政府已经倒台了，他这样子说。所以穆尤丁政府照 Zahid 的讲法已经倒台了，穆尤丁要下台，要体面的交出政权，委任另外让另一个人来做首相来抗议，但事实上没有发生这样子的事情。现在已经过了两个礼拜了、第三个礼拜也要来了，政权还是平平稳稳的。Zahid 被自己打脸打到脸肿，当天晚上 Zahid 一宣布，我就已经分析给大家说、Zahid 当然是豪赌了，但是我不认为他会成功、所以现在来看又被说中、当时我这样子说，有好几位读友在下面留言说，洪律师这次你一定被打脸，我看 Zahid 很硬啊、三个礼拜已经要来了，这些毒友我没有被打脸、我没有被打脸，穆尤丁还是很稳，短期内稳稳、短期内稳稳、国会应该也不会有事情，除非是、你有替代人选、你有替代人选，你去觐见，你有足够的人数，或者是到预算案的时候才可以倒台了、之前各种谣言满天飞，说穆尤丁要辞职，说拜五会辞职，拜五已经过了，什么事情都没有。很多人发这些内幕，所谓的内幕，各种各样的风给我，我都没有发出来，因为我照我自己的分析，这些很可能是假的啦，不要拿来误人子弟，拿来自己丢脸，所以没有哦。但是因为穆尤丁政府还是稳稳，所以就有一直有谣言说西蒙，包括火箭，包括公正党，包括马哈迪，包括沙菲伊，已经偷偷签署了一个协议，叫 CSA 协议，来支持穆尤丁。什么叫 CSA？CSA 就是 Confidence Supply Agreement， 就是信任支持协议哦。就是说，虽然我不是你的政府，但是我签给你说我支持你这个政府。我没有在政府里面，但我支持你这个政府。所以就有谣传各政党已经签了这个协议，来支持穆尤丁渡过难关、有没有发生这样子的事情，我之前已经有分析过，已经有讲解过，现在深入一点讲，我自己是不认为有这样子的事情发生了、火箭、明星党、斗士党都已经否认了、都已经否认了，但是、政治就是这样子了，你不能看他台面上的否认、纳吉曾经，阿杜拉也曾经说过，说明天不会有大选、我还不会要解散国会，明天不会解散国会，结果明天就解散。所以政治是可能的艺术，在政治里面一分钟都嫌长啊，你一分钟之前决定的事情，一分钟之后可能就会改变、所以他们讲的不是事实，但是照我的分析是没有的啦、你火箭、西蒙、沙菲伊他们去签署 CSA 来支持穆尤丁的话，这对他们是没有任何的好处的。没有任何的好处，因为格拉加安嘎嘎、失败的政府这个大大的帽子已经稳稳的焊死
烧焊哦，焊死在木有丁的头上，你怎样拆都拆不下来哦，怎样拆都拆不下来，除非有神仙来打救，把这个病毒吸掉，把这个病毒抽走，然后在马来西亚发现了一个大金矿哦。这样讲，柔佛刚好要开金矿了，又涉及皇室啊，这个课题今天不讲哦，不然我们这个政府我看不到任何可以挽救这个格拉加安嘎嘎的情况。所以既然是格拉加安嘎嘎，既然你们一直都在批评他，你现在来给他支持，而且这个支持是纸包不住火的哦，不要以为你可以偷偷摸摸的给他支持，让他渡过难关。人民不是笨的哦，我们的媒体从业员，我们的政治人物也不是笨的，这些都会被挖掘出来的。你偷偷给他支持，被挖掘出来，你就是死路一条，好、哦，就是死路一条。所以这个是不太可能发生的事情嘛，哦，不太可能发生的事情。当然西门他们现在抱持的想法是隔山观虎斗，不要淌浑水，我们不要涉入到你们自己的斗争里面，我们不要去夺这个政权，因为这个政权现在拿了没有什么好处。这个是可能的哦，但你说他要去 back up 穆有丁，这个是不太可能的。关于西门不淌浑水的，我之前的直播已经讲了哦。明天的中国报的新闻，我的专栏，中国报的专栏，我写的也是这个课题，所以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我的专栏哦，也可以去看一下我的直播啊、所以不太可能哦，不太可能啊、我不认为是真的。至于老马，老马斗士党的情况又不一样哦，因为斗士党是非常非常弱势的哦，他肯定不用跟瓦利山比，因为人数少嘛，就四个国会议员，更不用跟安华，更不用跟林冠英、火箭他们来比哦，他没有人数哦，然后他也比不上塞沙迪的政党，因为塞沙迪的政党是一群有理想的年轻人所组成的政党，他们很有活力啊。老马的政党是垂垂老矣的政党，老马我之前就讲过，老马的政党其实是在靠老马在撑着吧。你看斗士党除了老马，你还可以想到谁？其他人完全是神隐的哦，就是给老马站在台前去发表，去运筹帷幄，去表达党的立场，其他人都是很少会出现在台前的，有时有关于党的事情他们可能会出来讲一下，但几乎都给老马难过，因为斗士党其实就是在靠老马撑着、哦、所以他是一个垂垂老矣的党，由一个96岁的老年人所撑起的党，所以他的活力是很低的。我之前就讲过、哦、土团成立的时候，老马其实是没有参与党务的，他做首相他都已经分身不暇了，90多岁的老人，你还要叫他管党，他是没有能力的，所以党的大权在穆有丁手上。这个去年的喜来登政变我就有分析给大家，但现在本沙都没有了穆有丁啊，穆有丁是一个很会走基层，很多基层人员，很多庄脚帮他的、哦、现在老马的党只有那四个国会议员，所以没有办法，老马必须要出来进行这些琐事，所以他的活力是很低的。所以对于老马、哦、他们的前景，到斗士党的前景是很暗淡的、哦、所以他肯定想要改变这个暗淡的局面、哦、要怎么改变，当然是夺回自己的党、哦、跟土团党结合，跑回之前自己的路哦、这个是对老马最好最好的一条路，当然还有另一条好路是跟西门合作了，但这条路的大门已经关起来、哦、老马的儿子一直都说我们要跟西门合作，但西门不要理他、哦、你说现在老马还会说我要跟西门合作吗？老马讲了三次要跟西门，但西门都刮他一巴掌说我们不要你们、在外面骂他，所以现在老马也不可能回去西门、哦所以现在比较可能的路就是回到土团，但是大家还记得我讲的吗？老马回到土团的障碍是什么？他的障碍是巫统、啊哦、土团跟巫统同一阵线迎接大选，土团一定死路一条，因为巫统是不可能让席位给土团的，而土团如果两面夹攻，又面对巫统又面对西门，他是死路一条的。所以老马在不可能回巫统的情况之下、哦、不可能回巫统的情况之下，他就只能靠土团，所以只有在土团跟巫统切割之下，他才会回到土团、当然现在已经慢慢有端倪，穆有丁在做以前老马要做的事，就是分裂巫统，
让乌统来变弱哦。不油丁成功的话，老马就会回去。这个是我一年前就已经分析的事情。老马为什么不参与喜来登政变？明明有首相可以当，明明有儿子做大臣，他为什么不要参与喜来登政变？哦，要给木油丁去当，木油丁又不是他的干儿子哦。为什么？原因很简单，因为乌统老马看得更远哦。老马是一个种族主义者，但他是一个很厉害的政治操盘手，这点大家必须要信服了哦。他是非常的有经验，所以他看得更远。木油丁当然也看得很远了。木油丁是一步一脚印从基层爬上来的，但为什么他会知道这个是一条死路，他还去走？因为可以当首相嘛。哦，木油丁现在已经当了16个月。也没有16个月，已经当了14个月、15个月的首相了哦。他再当多7个月就可以超过西蒙了，他就不是史上最寿命最短的首相哦。即便他是寿命最短的首相，可以尝一下首相的滋味，尝一下首相的大权，在历史上留名，这个对木油丁而言都是有赚无赔的生意。你土团完蛋就完蛋了，土团才创立3年，完蛋有什么问题？我以前在乌统这么多年，我都可以退出乌统，所以一个土团完蛋不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了、哦、所以啊，这就是木油丁的决定。所以火箭民兴党、斗士党、公正党，他们会不会支持木油丁、哦、就是这样子的情况。签署 CSA， 我更认为是不可能的事情。如果他们签署，就等于木油丁的刀插在他们的心口了，要不要推一下？推一下就给他们试，因为木油丁随时可以公开这个 CSA 啊，打脸打到你们的脸肿啊，把你们仅存的威望都丢进垃圾桶里面哦，所以这个是不太可能去做事啊。任何人签，当然可能有某些领袖、个别的领袖夹头私底下去签，哦、这个是可能的。就像老马跟纳吉跟扎希之前有签一封信给安华，虽然他们否认了哦。这些都是私底下去签，但是你说整个党去签是不可能的，原因就在这里，分析给大家、哦、所以这是今天的第4个讲题，就讲到这里、哦、已经有4000位读友在线了，谢谢大家。